跟我说一下，关于你面的事。干嘛突然问这个？就问问啊。怎么不能问啊？没，我想想。其实，看来故事很多呀，是不是接下来就要开始回忆一波与前人的感情，陷入沉思，痛定思痛，追悔莫及，接下来就是要死灰复燃的去找他了。男人，干嘛不说话？好啊，这个表情被我说中了吧？我就知道你不爱我了，犯贱。琪琪啊，哎呀，其实我跟他在一起没多久，我们俩从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。回答得这么快，记得这么清楚，还记得这么多细节，说你是不是和他还有联系？哼，你肯定早就已经回忆起了与琪琪的感情，陷入沉思，痛定思痛，追悔莫及，接下来就是要死灰复燃的去找他了。男人，不说话干嘛？好啊，你这个表情就是又被我说中了，你根本就忘不了他。谁啊？无敌是我，你别紧张。我就是想听听你和罐头妹的故事。哦，发誓，我这次绝对不生气。我真忘了哈，我发誓，我就喜欢你一个，天地良心。那是他的眼睛大还是我的眼睛大？当然是你的眼睛大啦。你刚刚不是说忘记了吗？别傻了，根本没有活路。